话，我们也不是不行。所以美食印象这家百货公司各部门的话，你有兴趣也是都可以，但是还是要经过总管理处这边的一些考核之后才有可能啊哈。好，然后再来，静凯你是一个重感情、重感觉的人，情绪对就什么都对，情绪不对就什么都不对。情绪对你来讲很重要。那通常你不好意思赚朋友的钱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你以前没有赚很多钱，因为你朋友很多，你不好意思赚朋友的钱，很多东西都是友情价，哦，友情价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别人又给你钱，你有时候还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慢慢来那样子，所以。你应该学到赚到是很多的经验，但是赚到钱的机会不多。以我看你的那个皮文的个性的方式，那再来啊，你最好不要借别人钱。如果你有多余的钱，最好不要借别人钱，因为借别人钱的时候，好像要回来的话，好像是你不对一样。哦，你还说你对不起他那样子。像隔壁这一位廖先生就不一样了，我借你钱没有跟你要利息就已经很好了。哦，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他没有那个不好意思的。但是你就完完全全不同，那你非常年轻哦，还应该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借人家，所以还好啊哈、哦。啊，但是这是一个皮文的一个特质。那你到一个地方上班，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环境氛围啊，同事们之间的感情啊，大家是不是像一家人这样子啊？你很喜欢那种和气的。很气氛很好的环境，工作环境，你很喜欢团队一起努力往前冲的这样子的氛围。那美食印象确确实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就是团队，小成就靠个人，大成就要靠一个团队。美食印象在一个不到三十个人的一个团队里面，可以做年营业额破亿，月营业额要破千这样子的团队，我相信如果你的加入，你会很开心，然后团队也因为你的加入应该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哈。好，然后呢，